身临其境中曾以微妙微笑的模范张国荣的声音而引来不少支持。尹正在最新一期的《欢乐之城》中再度玩起怀旧潮，表演致敬周润发、张国荣的《英雄本色》等作品，这引来不少人都感觉要内奔。在内蒙出生，在广东长大的尹正，从小就看着周润发和张国荣电影，童年的记忆让他对香港电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，而这种情怀也刻进了他的一言一行里。尹正无比热爱又怀念着上世纪的八十年代，那个时代的香港电影火遍东南亚，引领起了电影风格的一个热潮，许多影片成为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。作为哥哥张国荣的铁粉，尹正不止在一个节目中身体力行的致敬张国荣、致敬香港电影，粉丝都趁尹正生错了时代。身临其境中，尹正就曾配音张国荣在家有喜事的角色，开口第一句我好想你呀，模仿的惟妙惟肖，其把握程度好似张国荣重写，也惹得无数荣迷泪崩。尹正可算是真正追星界的扛把子了，用一生去致敬张国荣。缅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，在 X 先生的梦里，尹正就借用了许多香港电影经典元素，用真实武打致敬李小龙、洪金宝等，舞蹈更是采用当时的流行舞种霹雳舞，开头背景音乐借用《英雄本色》的经典 BGM， 环境也严格按照当时香港特色，七楼林立，灯牌密集，鳞次栉比。在 X 先生的梦里，我们会发现很多经典香港电影的镜头，如《纵横四海》里拿着红酒杯过红外线，张国荣的经典背影尹正借用这个作品来致敬那个时代，也表达对哥哥张国荣的怀念。正如作品在开头所说，梦底于眼，光影深处藏着黄金岁月。2015年，尹正在开心麻花的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中饰演袁华，从此之后他就被观众称为一个出场自带 BGM 的男人。在电影中，袁华和沈腾扮演的夏洛抢校园女神秋雅，每到袁华伤心之时，浮夸的表情和动作再配以经典歌曲费玉清的《一剪梅》，让尹正一夜之间火遍全国各地，而歌手出身的尹正也为这首歌唱出了不同风味。此后每次尹正上节目，他出场时《一剪梅》的音乐便会上线，让尹正大放光彩的不止还有他的演技，还有他的配音天赋。同期身临其境的嘉宾刘强就尹正配音片段《士兵突击》而对他刮目相看，而他的配音天赋也在这一期的《欢乐之城》里体现出来，用东北方言去配《英雄本色》，这东北周润发也是很可爱的。越了解尹正，就越会被他圈粉，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忠于人品，神似吴彦祖，又是一个热爱演艺，觉得演戏是这辈子最幸福的事的演员，更是用自己的赤子情怀去缅怀着哥哥张国荣的小迷弟，不仅会唱歌，还会跳舞。